好，那现在文字上也是重要，因为你要解得如来真实义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现在我们继续讲《金刚经》。《金刚经》我们上次讲完第十四分，然后现在第十四分前面呢、有讲到一句说：“持这个如来所得法，此法无实无虚。”有没有？好，补充一下，这个此法无实无虚。为什么无实啊？顺便讲一下，我这个讲经哦，向来有一个问题，有一个毛病，也就是说，其实我学佛就是这样子，我这个没有时间观念，但是从现在开始，我要纠正这个观念。纠正这一个问题，我尽量的这个准时开始，准时结束，所以我今天换了一个闹钟，到八点半才会响啊。顺便讲一下，我今年68岁，就真正已经变成老头了啊，所以。看来这个，当然我还没有准备要往生了啊，但不过觉得这个血气已衰，然后这个力气也小，所以我要开始最后几年好好的拼一拼啊，能拼得几年，我就算我赚到了啊，你们也赚到这样子啊，所以我要好好拼他一下，所以现在又恢复每个星期都讲经。然后讲要讲到怎么样呢？讲到那个诸葛亮后出师表里面讲的，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。这不对耶，这句话不对，你知道吗？这句话诸葛亮讲是对的，但佛法讲的是不对的。佛法要怎么样？鞠躬尽瘁，死而不已。为什么？尽未来既故，是不是？今世没做完，来世继续再做，就这样的，所以才能成佛啊，对不对？这个是累世累积累功积德而来，所以不是今世做一做那就没事，然后我就没事了，我就退休了。我跟你讲，这个佛法里面没有退休这两个字。当然本来也没有休假这两个字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看我们大年初四就开始讲经了。而且讲经也没开工，所以没有开工，所以也没有红包，对不对？要不然开工老板都应该给红包嘛，是不是？好，看这里。无实此法无实无虚，此法是什么？我所得法，那个此法就指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嘛，就是无上菩提法。这个无上菩提法呢，无实无虚。那你一看这四个字，你就头就昏了，对不对？为什么无实？第一个，不是有一样东西你可以从外面得到。也就是说，这个东西啊，不是从师而得，甚至也不是从任何地方可以得，不是从人得，也不是从地方得。为什么？本有故，你本来就有的，对，就本具的啊。然后，第一个，这个菩提法。不是从人得，也不是从法得，不是从地方得，对不对？也不是从外得，而是自己本来就有，本具啊。第二个呢，这个菩提法，这个无上菩提法，是一段过程，从出发心乃至于成佛，这整个一大段的过程，所以它不是一样东西。
如果它是一样东西的话，那么就可以受受，对不对？那但是它不是一样东西，所以没有办法受受，没有办法那个，因为无量劫的这种修行的历程，怎么能够就这样给你呢？你说好，我有一个菩提，现在给你，那又不是一个真的，真的像那个八仙过海那个八仙果，那就给你一个果，你一吃了就长生不老了。嗯，那菩提不是这样。那佛就说好，我有一个果，那就像《业经》里面讲那个苹果，那个智慧之果，然后一吃了就有智慧了，没有这样的东西。对，是不是这样的？所以佛那当然也不能像武侠小说里面说，好，你这功力不足，我加强你的功力，然后放在你的肩膀上，然后给你行功，然后你就得了六十甲子的功力，没有这样的事情，是不是？那个修行是一段过程，是不能够受受的，不能说好，我给你这样的。所以这是什么？这是自智内照体德，自己的智慧内照本具的啊，然后而体德，注意这个体德，这个德是体会而得这样的，所以不是从外得，所以因为不是从外得，从人得，不是一样东西，所以说无实这样的。所以那无实不是说没有东西，而是说不能够取得，这不可取得的意思，叫做无实，好吧？不是说如来的那个无上菩提是虚妄的，不是这个意思，而是不可取得的代名词啊。所以不可取得，所以说实无有少法可得，也是一样的意思，这样懂吗？所以如来种种善说，种种语言，就是要把你心里面种种那个拐弯抹角的死角的肮脏的东西全都去掉，所以用种种的言辞来去掉你的不正的思维跟想法。 OK， 好，那既然是无实，又说无虚，那什么是无虚呢？这个菩提法无虚是指它的作用无虚，它的功能无虚啊，功能不虚。为什么？因为菩提法能度生死，能灭烦恼，能出轮回，能证圣果，所以叫做无虚，是不虚，真实不虚啊。所以啊，若以儒家的讲法啊，儒家只是这么讲，但是没有办法真正做到。但佛的法就可以真正这样做到啊。这就是为什么佛法菩提法真实不虚不虚的原因，因为它的有功能，它的功能就像儒家所说的，能令贪夫廉，懦夫勇，愚夫有所立志。这什么意思呢？就贪令贪夫能够廉，廉就是不贪啊，有廉洁嘛啊，然后懦夫这个。这胆小的人呢，能够勇敢，啊，然后，譬如说不敢走黑暗的路的人，那么学了佛以后，渐渐会比较有胆量，啊，渔夫有所立志，渔夫啊，浑浑噩噩，糊里糊涂，不知道这辈子要干什么，但是学了佛就知道这辈子要做什么。就有所立志，对。那儒家就好像所有的哲学一样，就都是言说嘛，哎，那
只说了好就好，就不一定要做了，对不对啊？但是佛法就真正能够做到，是不是？你若有真正有实修修行的话，你就可以体会到佛法真正能做到这些事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呢，能令愚者愚痴的人得到智慧，能令贪心的人呢能够舍啊，能够布施，然后能令嗔心的人能忍，而且生出悲心，这就是佛法真实不虚啊。所以虽然这个其体不可得啊，不可取得，但是呢它是有真实作用，而且决定不虚，这样。所以你真正学对了，就越学就越有智慧，越学越有慈悲，越学越忍，这个能忍的心就越强，对不对？再简单讲一下，这个菩提法为什么不无实无虚？无实，因为它的体啊，菩提法的体啊，法体啊，非一物，不是一样东西，不可从人或是从地取得，不可受受，不能够说我给你这样的，哎，所以燃灯佛也没有把一个菩提一样一个菩提啊交给释迦牟尼佛。对，无虚呢？啊，那为什么呢？为什么无实？因为是本具啊，所以不是从外取得啊。无虚呢，是作用不虚。什么作用呢？简单一句话，就是转凡为圣，转染为净，转世为智，这些作用是真实不虚，对不对？好吧，这样子了解吧，这样赞不赞？赞吗？好，看下一段的哈，《持经功德分》第十五：须菩提，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初日分以恒河沙等身布施。中日分复以恒河沙等身布施，后日分亦以恒河沙等身布施，如是无量百千万亿劫以身布施。啊，到这里为止。接着讲说，须菩提，如果说有善男子或善女人呢，初日分一大早啊，在早上的时间呢，以恒河沙等身布施。身是什么呢？身是什么？身是众生最爱的东西，最爱的，所以是最大的财宝，称为佛法称为内财啊。那前面讲的是什么呢？所以前面讲的是外财，以什么三千大千世界七宝啊等等，对不对？那些是外财。但是众生啊，最大的问题以及最大的毛病乃至于流转生死的原因在哪里？一个字，贪。就是贪。贪什么？内贪内财，外贪外财。内贪身心，外贪这个财色名食睡权位，因此堕入生死轮回，永劫不出的原因就在这里。所以好，顺便再讲，世间法、世间乃至于哲学理论，所有最高的理想、最高的思想，跟佛法比，乃至于宗教也是一样，最大的差别是什么？一个再怎么讲都是贪，那佛法呢就是不贪，唯一的
没有别的，没有任何其他的宗教哲学是讲不贪的，真正不贪的，所以这是最大的区别。那所以你若是贪，那你就是还是在三界轮转，这样还在名利场中三界轮转啊。但是唯有佛法是讲不贪，那不但不贪外财，也不贪内财啊。这外财虽然是指说这个珍珠七宝等等啊，但是包括田产啊，乃至于这个房子啊，乃至于这个夫妇啊，子女啊，同仆啊，这些都是财，对不对啊？这些全都是众生所爱的，所爱所贪的。但是众生虽然所爱所贪有这么多，他也贪他的老公或是老婆或是儿子女儿，乃至于同仆妻眷等等，但是最贪最贪的还是自身。对，因为如果没有自身的话，怎么去贪其他的，对不对啊？所以一切贪之本就是自身。所以初日分以恒河沙等身布施，中日分复以恒河沙等身布施。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这个是一种比喻啦。那初日分呢，这个等于是说这个菩萨以这个人呢已经有很大的神通一样，然后可以把那个初日分化成很长很长的时间，然后才有这个恒河沙等身嘛，对不对啊？然后即使这样子做，然后把自己最宝爱的东西这样去布施，然后所以光是一日之中，初日分、中日分、后日分都用身去布施。那你看，你看到这个段经文，看起来是不是？如果你不信佛，是不是觉得很可怕？你会觉得很可怕。可是很奇怪呢。你看看，你在政治上、在宗教上有殉道的，有殉国的，对不对？有成人取义的，可是我们都认为他不但不可怕，而且很可敬，是不是？但是我们讲说为了求菩提而舍身，却觉得好像很可怕，这就是众生很颠倒的地方。这就是什么？众生早有所得，因为成人取义，得到人的名、义的名，殉道者得到殉道之名，是不是？但是佛法没有殉道这回事，也没有这个名词，也不鼓励有为了求法而殉身，但是不称为殉道。为什么？因为道不需要你去殉，佛法的道不需要你去殉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殉了道，对道没有帮助，对不对？谁得到利益了？没有人得到利益，只会增加众生的偏执狂，对不对啊？然后一头热这样的，然后偏见啊，所以道不需要你去训，道是需要你去求、去学、去修、去成。所以我们佛法不讲训道，而讲求道、学道、修道、成道。那如果有一个时候你需要死的时候，那你已经修成了，你就假死装死，然后人家把你放入棺材，你就跑掉了，就这样了。这是成道的人做的事。
而不让凡夫众生犯了杀害圣人的罪过。对，你杀普通人的罪就很重，你杀了一个菩萨不是更糟糕吗？是不是？所以佛法只讲求道、学道、修道、成道，但是不讲殉道。殉道是一分一分都不值，一文都不值，而且有罪过。为什么？邪见故，误导众生。因为道不是一样东西，不是一个人，然后需要你为他去殉难，对不对？它是一种智慧，一种理念，对不对？啊，但是你不用为他死，你为他死了也没什么价值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凡夫外道颠倒，就这样的。所以佛说众生颠倒，就是这样的意思。所以这个都没听过的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这学佛不能死死的，你要这个所有的这个有相关的你都要能够了别，这就是唯识学，对不对？了别名为识，这样的有了而且能够别。好，接着如是无量千万亿劫以身布施啊，这样功德已经很无量了，是不是？以身布施啊，若复有人闻此经典，信心不逆，其福胜彼。哎，你看看，但是啊，如果另外又有一个人啊，他听到这部经典，也就是这部《金刚经》啊，啊，那信心不逆，不逆呢？是什么意思呢？逆就是违的意思了，违背的违。信心不逆，你一听到这一部经，你的那个信心啊，对这一部经的信心，就没有一念是相违背的。这个不逆，不只是一下下而已，而是每一念都不相违背，而且不怀疑，顺佛教次啊，与无上菩提相应暗合，这叫不逆啊。所以这叫什么？顺菩提啊，顺菩提。那因为与无上菩提相应啊，也与无上波若相应，因为这部经是波若法，与无上波若相应，所以心中都没有邪见，没有杂想，没有我爱的想啊。如果你有邪见、杂想、我爱的想，那这些想呢，就会把你的那个信心给卡住了，那就不顺了，你知道吧？所以这个信心是一个什么？信心就是孝顺，就顺，它一定是很顺的，你知道吧？所以顺佛之教，那如果不顺的话，就是逆了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信心是顺佛之教的心，所以叫不逆，这样的。所以孝顺的人一定是不逆父母的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台湾话有一句话啊，这个逆我以前小时候看布袋戏，常常有那个，那个大，那个高手啊，然后要教训他的那个徒弟，就说：“
啊，你这个逆徒啊，啊，你这个孽徒啊！你这个逆徒啊，我一掌把你毙了，这样子。还有一句话说，谈话说，恶妻逆子无法可治，恶妻也治无法可敌。怎么办？你只好受了，你认了吧，这是你的命。哎，啊，所以这就是业报嘛，对不对？也没办法。好，信心不逆，祈福胜彼。假如有人听到这部经，他的信心这么清净，然后一点违逆的心都没有，都完全顺佛所教，虽然他也没注意听哦，合掌听，虽然他也没有证到这些智慧，证到没有？没有，但是他一听他就相信，哎，这个就很不可思议，是不是？他一听就信了。那所以光是能够信这一个这么深的智慧，他还没证到他就能够信，这就不得了。这个功德呢，就远远的超过初日分、中日分、后日分以恒河沙数等身来布施，等生命来布施，这样子的功德就大得多。你看，所以能信佛的，能信佛语，能，也就是能信佛的智慧，也就是能信佛的法身功德，这一个功德远远的超过世间的任何布施，不管是以外财施或是内财施，你不管有多少个施，你无量劫以无量的生命去布施给人家，那功德都不如听这一部经，一听就相信。那何以故？你无量劫的布施，不管是内财外财，还是在生死之中，永远没有办法开智慧。对，布施功德不能成就智慧，可是信此般若经典能开智慧，得法身，得法身，得般若智慧，能度生死。所以功德远远超过无量无边，懂不懂？好，所以祈福胜彼，何况书写受持读诵为人解说，何况应该要加个又，你何况你信心不逆，然后已经自己受用了，对不对？自己受用，自己得到好处了，祈福就得到的福，这个福就是指好处利益，所谓的福利嘛，对不对？这个跟我们那个美国那个社会福利部那个是意思是一样的啦，这个你所得到的福利啊，远远超过以内财外财布施。更何况你又书写，而且受持读诵，为人解说。书写是什么？书写就是抄经啊。那抄经干什么？就是抄写给别人嘛。你自己有一本，然后抄一抄，再送给别人，让别人也得到利益可以读。然后受持读诵，为人解说，这八个字要连在一起讲的啦。你受持读诵以后，你因为你已经信了，信了以后，然后又去受持读诵，然后把它消化吸收，知道吧？消化吸收以后，然后真正懂，这就自修。受持读诵就是自修了。那为人解说就是教他了，对。
所以自己受持读诵消化吸收以后呢，然后自己真的懂了，然后再去为人解说。所以你不要没有受持读诵，然后你就去为人解说，知道吧？所以一定要自修才能教他，这样子。所以这一部《金刚经》就是这么麻烦，他用很简单的字讲出很深很深的道理出来，对不对？但是那为什么不说你要好好的自修，然后再去跟人家讲？他为什么不这样讲？我不晓得，可能这样比较清楚吧。因为所谓的受持啊，是放在心里面接受了，然后持着，然后持着到处跑了。你不管做什么事，都持着这部《金刚经》，一直都把这部《金刚经》放在心里面，就好像什么，就讲个不是很适合的这个例子，但是也很适合，就好像一个正在谈恋爱的人一样，他不管他做什么事，他心里面都放着他的爱人，他到处跑，对不对？一样。那你现在呢？是你在跟《金刚经》谈恋爱，你爱上《金刚经》，把《金刚经》放在心里面，那放在心里面到处跑，不管你做什么事，心里面总有《金刚经》，然后那个《金刚经》的义理都在你的心里面，所以你在做事的时候，然后你在工作的时候，你在行走的时候，你在跟同事交谈的时候，在跟老板交谈的时候，你都用到《金刚经》的道理，这叫受持，这样的话，不是放在那里，然后用保险柜把它锁起来，你知道吗？都随时出来拿出来投资，你知道？然后又可以增加很多的利多，那对，因为股票会涨的嘛，是不是？是不是这样的？而且有时候涨得很可怕的，你知道？那所以这叫受持啊，持着这一部《金刚经》，那行住坐卧都持着这一部《金刚经》，不离身，就好像我们这个比丘戒里面讲说三一不离身一样的意思。那这个《金刚经》的经义不离身，不是专指，你要那么说也可以啊。这不是指说那个经文那个文字不离身，而是《金刚经》的经义义理呀不离身，然后而且把它拿出来用，这叫做持。这样的，所以为什么要持？譬如说，如果不是要劈柴的话，你为什么要拿了一把斧头？你拿了一把斧头到处跑干什么？那就是为了要劈柴嘛，是不是？所以砍柴的人上山，譬如说六祖大师到上山去砍柴，他一定是拿了一个柴刀，要不然就拿一个斧头嘛，是不是？所以你拿了一只《金刚经》的刀，那金刚波诺刀，那到处晃，那干什么？那当然是要有用嘛，是不是？就要砍六贼嘛，是不是？所以这就叫持，所以持《金刚经》的意思是这样子。你不能白持啊，对，你白持的话就变成白痴了，那所以一定要持而有用，才叫做持。受呢？受就是领受，领受就是接受，对不对？接受一定是全心接受，不能有任何怀疑，不会有，不是说不能，不会有任何怀疑，叫做接受，对不对？比如说西洋人结婚的人说，你要不要 do you take this miss 什么什么当做你的 wife 啊，当做你的妻子，你接受不接受他当你的妻子？你说接受 I do, 对不对？那个受就是完全接受了，对不对？那你不能跟牧师讲说 I do but 但是我希望他话讲少一点，
你既然接受了，你要接受他，爱讲话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受全心接受，持奉持不忘，奉持不忘，而且常常拿出来应用，这叫做持，不是。哎呦，时间到了，你看这多好。哎，慢药膏，等一下。那所以一持就是一定要有用，持之而用嘛，是不是啊？那么这个福呢，比布施无量的身或是财，那就不得了。再讲一句话讲了，这个钱财是可以买得到的，对不对？但是智慧是不能买到的，这不就很明白了吗？哎，而且只有智慧能够度生死苦恼，就这样子。哎，所以持金刚波罗的功德无量，就在于此，能度生死烦恼轮回。拿来，最后卖一帖药膏，这一帖是万灵膏，哎，宝夹印陀罗尼，3月22日，大家来买这一张万灵膏啊，这一个宝夹印陀罗尼呢，宝切印陀罗尼啊，是哎能利益。内财也能利益外财，所以内外二财全都 cover 啊，全都能够具足充满，然后让你今世后世乃至于无量世及至于菩提永无匮乏，这样赞不赞？赞！拍手！好，我们今天讲到这里为止，回向。愿消三障诸烦恼，愿得智慧真明了，普愿罪障悉消除，世世常行菩萨道。